我们要马上欢迎 Chef Charlie， 还有钟晴。大家好，在我旁边的呢，就是我们新传媒四大名厨之一 Chef Charlie。Hello，大家好。Okay.恭喜发财，拜个年节！耶、yeah ！恭喜发财，新年好，狗年旺旺。那这道菜的名字叫做“金融报喜”。现在刚刚好是我已经开水滚了，我们就放那个龙虾下去。假如你觉得龙虾太大的话，你的头可以给它转一转过去，拉出来。OK， 来，我们就拿那个Bix 就跟它扯进去， okay, 然后就丢下去。差不多应该是15到20分钟，看它大只还是小只。好了，就是我们做姜蓉的时候啊 ，OK， 我们首先就拿那个姜去皮，拿去搅。OK， 现在我们就放油，煮了呢放一点盐，放一点糖。OK， 这龙虾好了，我们就拿上来。OK， 我们做好。那个龙虾，我们就沸它冷，有冰水最好就进冰水 ，ice water。OK， 这个是菜折一折，然后就放了一片龙虾。说那么多就一定要请你做了啦，你在暗示我们了啊！谢谢，我来试试看的。我先坐一下，休息一下，大家在等你哈。我家里有一架，但是坦白，这是事实的东西，有效，整个人是很 active 起来，好像你的血被打通。对，最重要的一个地方就是。你可以看电视机去看。非常感谢每一位来到现场，希望大家都可以玩得开心，也祝大家呢在新的一年新年快乐，谢谢。OSIM